你好，你好，这里是上海供电局。什么？这里是上海供电局。供电局。喂，你好。请问你买了卡夫饼干吗？什么关系？你买了卡夫饼干吗？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做出事了吧？就打缸里，再打一遍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长太轻了，人家把你拉黑的。别说话，我生气了，别笑了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怎么挂我电话？啊？我问 你谁啊？我问你买没买卡夫饼干，你挂我电话干什么？你推销吗？我已经买过了。推销。我不是黑胶，那推销，推销，我是卖饼干的。我不是买过了吗？就是因为你买过了，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。我操！哎，你谁啊？你猜猜。你不是挂我电话吗？我已经接过一遍了。我是最可爱的小精灵。你知道我是谁了吗？小精灵。小精灵，小精灵只有涛哥，你谁啊？喂，你好，我是黄子韬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我们在线上的这位消费者，你好，有听到吗？听到。现在不是涛哥，现在是主持人，然后。那我不说话了，让涛涛跟你说。涛涛，你想要哪一个声音？要我的还是要小精灵的？啊，这么可爱呀！恭喜你获得了一个奖品，是吧？不是，我不要奖品，我听涛涛说话。那你先跟他聊一会儿呗。你。